说这里好风水，时代变迁和苦辣回味，品品其中的好滋味呀，艳阳那高照好明媚呀。抬头看高了把洋楼紧紧的包围，忘不了煎饼果子的口味，西大量烟有多鲜，米有多贵，甭管他活得有多累，家家户户过得都挺美，可不舍在包修内，受累宁可自己吃亏，大事小情错一堆，您来慢慢地再品滋味。妈，哎，妈，哎，赶紧出来出来，出事儿了。出嘛大事了？那我喝口水再给您汇报啊。你这孩子，这都出事儿了还显步的喝水，想把我给急死。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？是不是田乐又撞人了？这又撞人是怎么回事？压根他就没撞过人，保不齐这回就撞上了。你说田乐这孩子每天他出车，我是千叮咛是万嘱咐，宁让三分是不抢一秒，红灯停是绿灯行。行妈，你先打住吧。这不是天乐出事，是程共出事啊！是程共让人给撞上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孩子每天他上学，我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轰的轰的。那你这个又又怎么回事？我们程共根本就没挨撞，身体结实极了。妈，你能不能盼着我们家人好点儿啊？这不是你一进门你说你们家出大事了吗？那也得分好坏事儿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回我儿子啊。大大的让我哎露了一脸，你这玩意哎，能不能了混小子，怎么能又大大向你现了回眼呀、啊？我说这小子吧，又跟谁打架了？你行了吧你？我说咱们全家人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？急死我想，简直是让他说。你倒是说呀，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？我呀，我今天上午开家长会去，老师把我叫到旁边了。你猜他跟我说嘛？他跟你说嘛了？他说我们成功啊，有一篇作文在全区比赛当中获得了一等奖。哎，这儿看了没？给你念念啊。哎，就是这篇，听着啊。即使在事隔多日的今天，我还会时常想起那天的雨，还会想起发生在雨中的那一件小事。这孩子还是真有出息。事隔多日，这词儿连我都用不了。要我呀，要什么过两天呢？过了些日子，多少天了？大白话，有出息。爸，这事隔多日这开头，那么耳熟呢？都是。哎，天乐，你这干嘛了？不是，我找那本书。哎，成功那小学生作文选哪去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怀疑那文章不是在哪见过。哎，程铁乐，你有完没完？我看你是鸡蛋里边挑骨头哈。不是，你说铁乐嘛意思？这孩子有了成绩吧，他高兴还来不及了。你瞧他那模样。可不，成天嘟了个大脸蛋子，就像谁改的八掉千在的。你说不让他说话吧，好，你看他连捧哏带逗哏呢，他是全活。你真让他说话了吧？又闷口了。与其说呀他不信任成功，倒不如说他不信任咱们俩，他是怀疑咱们俩的辅导能力。可你说成功这孩子从小到大不是咱一把屎一把尿给喂大的？不是调教出来的吗？
成功这篇作文啊，那是我一把手一把手教的，他怎么能是抄的呢？你说你教他写的那个不是听老爷讲60年的故事吗？这不懂啊，教孩子写作文啊，哈，首先得方法，先教他吃鱼，后教他怎么钓鱼，你知道吗？你我跟你说的，你不懂。我嘛不懂啊。饭，饭，好好饭啊，仔细一点饭。看看，连题目都一样。题目一样，题目一样，它内容不见得一样。哎呦喂，您还以为您那少爷能写出全区一等奖的作文来是吧？对。对对对，拿去拿去。对对对对就对对。真是。哎呀。对对。来对。在于众。即使在事隔多日的今天，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，我还会时常想起那天的鱼。鱼中的事情时常在我脑海当中萦绕。别对了，不是我，别对了，我对过70%啊，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有那好词好句，跟人家一模一样，照搬不误。不是你，哎，你说他俩就他俩，谁抄谁的？你说呀？肯定是他抄我儿子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护犊子了啊，别自欺欺人了。我问你，这本书你是嘛时候给他买的？2007年3月第一版。您儿子嘛时候获奖的？这两天。第二版。让我看呢、啊、哼，这问题不是那么简单。哎，你们都听见了吗？等那个成功回来咱们再说啊，问清楚了。哎呦我的亲妈呀，您能不能把感情先放两边，咱把公正放中间啊？您想想，那成功作文送选前，人家那作文选就已经出版了，明白呀。哎呀，我说成功这孩子我可没少教育他啊，我教育他要诚实做人，勤奋好学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敏而好学还不耻下问了。我告诉他，你要高高兴兴上学去，平平安安回家来。我也没少给他讲故事啊，啊，什么黄继光舍身炸碉堡，董存瑞烈火中永生，邱少云英勇堵枪眼，秦香莲押解红铜线，潘金莲苏三给杀了。你这哪个哪儿来的？你这是啊？这嘛玩意儿？妈，说的哪儿？要我说，这里面肯定有文章。你说这成功为什么要抄人家作文？我不管为嘛啊，反正这板子我早准备好了，快打。哎，华，要打你先打我。还说了，孩子成今天这样，要让我看呢，就跟你们这爹妈管太严，把孩子给逼的。不是我啊，我没逼他啊，这事您找他爹。找他爹干嘛呀？不是，他爹每天得要求严格吗？我这一天到晚就盼着他啊，别给咱家惹祸，别给老师添堵，别跟男同学打架，别揪女同学小辫儿就行了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这个成功啊是太要强了。哎，他是恨不得弄出点动静来。可倒好，现在动静弄大了，你们说怎么花落吧？要我说呀，嘿，赶紧告诉老师去，让老师把成功那篇作文从作文选上撤下来。这万一人原作者知道了，要告咱成功嫖娼、嫖妻，那咱成功可就丢大眼了。这个事儿必须要让老师知道。你想啊，躲过了初一，躲过初二、初三，躲过了初二、初三，还躲不过了高一、高二。不行，我不同意这事儿。回来没等高一高二，咱孩子臭名找着住了。哎，你们现在说的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要让成功知道，这学习不好考不了第一都没关系，但是呢做人一定要诚实，这才是重点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老师去。哎，行行行行，你神经啊你，这不正上灵着吗？着嘛急了？那篇作文谁写的？那我自己写的，我一年前写的日记，回来就给何润就叫上去了。再说一个，行行行，这我知道啊。儿子平时就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有时还偷偷的写了。说，行行行，你别一天老搞要护着他啊，整个一护犊子。爸，你为嘛老是不相信我呢？你哪一只眼睛看见我偷袭了？我两只眼都看见你了。这书上这篇作文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为嘛跟你那一样啊？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我就不信了，一个倒霉孩子。行行行行，你干嘛？真是你跟着你保证你天晚也太没有人情味了。这你太不像话了，宝贝儿，你看见谁也提到谈黑的啊，供你上学供你吃饭这样的包君，你别以为你那些事儿我都不知道。你弄清楚了吗？
大侦探，弄清楚了。哼，看，这从网上下的，这是咱儿那篇作文，你看看。即使在事隔多日的今天，我还是会时常想起那个雨天，想起发生在那雨中的那件小事。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书店，脸上一片模糊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，但心里却是一片阳光灿烂般的温暖。大姐喝水。哎，好嘛，除了标点符号跟语气助词，好嘛一字不差呀，几乎是。哎，你说他抄王二的，要不咱冤枉他了，那王二抄他的，可是他那篇作文他怎么就上网上去了呢？成功同学，我今天想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和你好好的谈谈。那这么说你就不是我爸了，太好了。废话，倒霉孩子，你这么高兴呢？坐好了。你又骂我，到底是不是我爸呀？反正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。那篇作文，哎呦，又是那篇作文啊，说 N 遍了不是抄的，倒霉孩子的。那就从网上抄的，对吧？我怎么会呢？我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珍惜生命，远离网吧，怎么会抄网上的呢？那这个怎么说？好说，他抄我的。爸，您老说是我抄他的，有证据吗？有录音吗？有视频吗？嘛都没有，凭嘛说我是抄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想让我相信你，那也行。你把你的日记拿过来，叫我看看。我看完以后，立马二话不说，完了，怎么样？那不行，侵犯我的名誉，还要窥探我的隐私，坚决与您斗争到底。哎，站住，干嘛去？积小不严。哎，陈工，来，小姨，要不你上厕所、啊？哎，不，小姨就跟你说两句话，好吗？呀，啊、快说，小姨，我爸派来吧，别跟他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看我呢？你忘了小姨的立场一直是坚定的站在你这边呢。哎呀，小姨呀、啊、我爸的现在谁也不信，站我这边也白搭、哎、我就问你啊，你现在想不想洗刷冤情啊？你说呢？那你就把那日记本给你爸看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小姨呀、啊、我能给他看不早给他看了吗？哎，宝贝儿，快，我知道那个小日记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你的小秘密？那倒不是，我的隐私权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我在咱家就剩下日记这么点隐私了。你看你这样怎么样？你不是不相信他了吗？你可以相信你小姨我呀。你把你的日记给小姨看，小姨看了绝对保证不外传。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作证，证明那作文就是你写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嗯，想看我日记？嗯，行，但是咱俩得换着看，你看我的，我看你的。行，没问题，我那电脑那博客你随便看。哎呦，小姨呀，我看的不是你这烂博客，这年头了，谁往博客里写真话，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要看的是你那抄题带小锁粉红色封皮的那个小狗。哎呀，小特务你是。哎呀，小姨呀，回去跟我爸说去，我的名誉权呢是不容重要的，但我的隐私权呢也是神圣不可侵犯，也是不容踏见的，所以呢我的答案是不。哎，小姑爷不能上课，你们就别哭了，就别想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我爸他为了逼我找工，已经前后使用了高压政策和怀柔政策了，还派了谈判专家和书面间谍呢。你爸不就是为了挺实话吗？我说，你那作文到底是不是抄的？嘿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急了啊！你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给他们看不就完了吗？还保持吗？把隐私权有嘛用啊？嘎子，我要能给他看不早给他看了吗？那篇日记的结尾只用了半页纸啊，那半页啊，
我写的是咱俩逃避大扫除出去打游戏的事儿。哎呦，这事绝不能让你爸知道啊。啊，你爸知道我爸就知道了，我爸知道还有我好过的事吗？那当然了。唉，所以呀，我只能自己默默地扛着这不白之冤了。哎，我说成功，你小姨平时不对你挺好的吗？要不你给他看。哎呀，嘎子呀嘎子，为嘛说你傻呢？我小姨她对我再好，归根结底她也是跟我爸一波的，不能轻信呐。哎，年轻幼稚。小同志，以后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，慢慢学吧，学海无涯呀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我啊，柯南说过，真相只有一个，我要去寻访目击证人。我说田乐啊，不是我说的，这个教育孩子不能是光打光骂，你老打他，你老骂他，往往容易屈打成招。爸，这点您放心啊，就您那外孙子好嘛，他那意志啊，比保险杠还硬，整个一个铁嘴钢牙铜舌头。我估计啊，肯定是听您给他讲那革命故事讲的，老摆出一副寻风的架势。别说我没打他了，我要是真打他了啊，他也给你来个满不在乎。哎，不是，要依着你说，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说啊，这事儿不能拖下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明天呢，你赶紧去找那原则者，跟他商量商量，能不能在底下私了。我上哪儿找去啊？我不管你上哪儿找去，反正你把他给我找来。说吧，你那作文是感觉亲身经历写的呢，是虚构的，还是纯属巧合？嘛虚构，我是抄的。嘛玩意儿，嘛玩意儿？你说你是抄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爸爸，他是抄的。二姐，坐哪儿？坐。抄的有嘛大惊小怪的？至于吗你们？哼，那你知道你抄的是谁的吗？怎么，抄的是你的？不才，正是在下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我求你件事儿吧。哦，我是那种绝对虚怀若谷的人，不会那个外传。别的呀，你外传吧，你够了，千万可别藏着掖着。全疯了。看这意思不太像啊，孩子。这是几？就算我疯了也不傻，我实说这是二。没事，叔叔啊，我求求您了，您让您儿子到坟沟吧，沟抽息，这样我们俩就都红了。红吗？宝贝儿啊，你真够二的，你都被人逮着了，你还那么兴奋？这个机会多好啊，咱明儿就上法院去。我叔叔啊是律师，我帮你请律师。哥，这孩子真疯了，这孩子。阿姨，您不知道这个机会多难得，从我抄的那天起，我就盼着原作找上门来，可左等右等，死活不来。终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老天饿死瞎家巧。孩子，那你跟阿姨说说，这有嘛难得的？这个策略我已经想了很久了。您看，第一天，您儿子在少年文学报上发表文章骂我抄袭，第二天我在少年文学报上发表文章得回骂他，然后我俩就骂来骂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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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宝贝儿，这样你们俩人就都给骂臭了。臭了不怕巷子深呐。这都是骂词儿，我是万事俱备，只欠原告了，到时候咱俩火了，谁也不记得一开始因为骂火的，只知道咱俩是两个90后新出炉的作家。到时候你去一中，我上耀华，多好。孩子，你就不觉得丢人呢？嗨，
有嘛丢人的？叔叔，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怎么还没我豁得出去？要说抄袭，谁不是抄的？谁抄谁出名，不都是从字典上扒下来的字儿吗？有道理。哎，你终于明白了吧？有点儿明白了。陈光，这不能被敌人的汤液炮弹迷惑啊，站稳脚跟。可是吧，你说这些抄歌的、抄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，你说他们为嘛都不觉得丢人呢？哎，你真不搞我了。哎，等了半天就这结局，也都是命啊。你这孩子啊，就世界观有点问题，除了这以外小脑袋瓜还挺灵。哎，小宝贝，小宝贝儿。哟，大爷，不是您这是？我孙子，孙子，那您知道您孙子抄我儿子作文这事儿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孙子抄您儿子作文，啊、对对对，且有嘛嘛，现在满大街不都是你抄我，我抄你吗？热闹闹就完了。不是这，哎，成功啊！我抄的时候还以为是个小女孩写的呢，你挺一个大老爷们的，怎么还给自己博客取名叫假人博客呢？太俗了。走吧，宝贝儿。我哪知道啊？不是，那你怎么说假人博客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这让我说呀，你们爷俩别钻牛角尖儿行吗？爱谁谁去，只要咱自个儿问心无愧不就得了吗？对吗？哎，儿子，咱们全家人呢都相信那篇作文是你写的啊。嗯，怎么着，小成功，他们给你平反了啊？哎，小姨，问你个事儿啊，你那个播客是不是叫假人呢？你问这干什么呀？哎姐，你是我亲妹子啊！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是不是抄袭了成功的作文？姐夫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什么水平啊？我怎么可能会抄一个小孩子的作文呢？真逗！我感觉啊，背不住啊，在某些时候，你不如成功这个小孩子。好，那你们倒拿出证据来啊！哼，爸，决定了，和你一起把这件事情追查到底。我倒要看看谁是原创。您别费劲查了啊，你就是原创，绝对的原创，行吗？对喽。谁跟着谁，谁跟着谁，他是歌为他是唱戏，三个闺蜜一台戏，各是各忙，整天嫌弃吵了肚子，叽叽嘎嘎，你点什么他想发财，我就哄孩子，折了骨头连着筋，那是没说的。姑爷打开竹筒满街去溜达，别别唧唧嘻嘻哈哈是个热心肠，嘴上把子不管多远免费送你回家，遇上冷子跟你玩命不喊不叨叨。命里该有你晃也晃不走，命里没有你就别再强求，闺女是爹妈的小棉袄，姑爷他就是一件大衣袍。我们本来就能换他气质不羁的，最高兴的是咱家老太太老爷子，面里没儿气质看他闺女生了仨，他们最爱说一句话，你猜谁说的？三个闺女一台戏，手心手背是一句练习，一个姑爷半个儿，和和睦睦才像一个家。Yeah.
一个姑爷半个爱。